反作用力车。所需的器材有装上风扇马达的玩具车、小马达、风扇以及电源供应器。首先我们在玩具车上面放上一个纸板当作风帆，再利用小马达产生一个向左吹的风，此时玩具车受力之后就往左边移动了。我们如果把风扇直接装在玩具车上面，让它产生一个向左吹的风，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玩具车并不会像刚刚一样往左移动，风扇所造成空气向左的力，同时间也产生了一个向右的反作用力。这两个力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而且都作用在车身上，车子因此就不动了。